《御苦期经文选读》，经文选自《环球圣经译本》，以赛亚书53:2-3，默想耶稣。他在耶和华面前像嫩芽般成长，像根芽出于旱地。他没有威仪光彩吸引我们注视，没有美好的容貌使我们喜爱。他被藐视，被人拒绝，多受疾痛，常有病患。他像一个被人掩面不看的人，他被藐视，我们都不重视他。